好我们都没事。我带你去拿手机。要不，跟我回去聊聊，还是说，你要我过去娶你？就在这儿聊，反正我还有力气，万一我能甩掉你呢？行，你是怎么识破我的？为此我还学了好几个小时手语。余哲不会那样派我的吧？而且，手机一直在他呢。所以，你就假意说带我来拿手机，试探我。你是一个准，不是吗？你还真是有个好用的脑子。抓紧我！你知道万青文化诈骗案的事吗？嗯。我这两天在核对总账目的时候，我发现万青文化的钱通过各种渠道流入 GE。所以，你怀疑诈骗案背后黑手？是GE对吗？你打算去举报吗？也许你爸爸也是被万青利用了，所以才帮他们洗钱的。我会去努力找证据证明的。不管你爸爸在这里面的参与程度有多少，我都会陪你一起面对的。文文，你的妹妹和你一样，有种愚蠢的善良。放手吧，再这样下去，你也会摔下去的。你闭嘴，抓紧我！嘿 ，Siri， 给于哲打电话。Got it hash, better live, better dash. Found a greater danger we were now in. 进入正题吧，骗了我那么久的解释。我老爸的报道，你应该看过吧？
爸，我不去律所实习了，我要帮你处理公司的事情。不用，我可以搞定。你呀，就好好的跟着他们学。嗯。梁董，当初是你让我成立公司做这个项目的，你现在不能一句话说钱全亏了就不管了。咱们投资人可都是拖家带口的，都不容易。你看这样，咱们多少给他们退点，好不好？这钱确实进了您那边，对，我是没什么证据，但是你也不能……你的意思是都撇清了是吧？好，我懂了。小哲，嗯，帮我个忙，把咱们家房子挂到网上，给卖了吧。不是吧？没事儿，这两天好多那个综合格斗俱乐部想签我呢，我就白天去律师事务所，晚上去打比赛，签不是问题，你儿子棒着呢。你放心，爸可以解决。不是吧？第二天，他就兑现了那句话。因为他的离开，案件撤销了，他留下的钱和房子全部给了投资人抵债，我能做的就是继续偿还剩下的债务。拿钱最快的就是在国外做私人安全顾问。Hello, sir. Excuse me. May I help you? Is there any job available here? 然后一年后，我在那次行动中遇到了你。回了国，想着或许能借助他，帮我找到当年诈骗案的真相。然后你发现，张总他们经常出入青木，所以买下了青木楼下的 Dark， 想要双保险找到证据。那是我当时放心，以徐志清的身份，根本没有办法深入记忆的核心层。直到有一天，林渊给我抛出了橄榄枝，查清温豪的手里有没有危害到志毅的证据，我得抓住这个机会。然后你开始利用我了。不是，我当时只是因为我很好奇你为什么要以温豪的身份出现，还有如果这个人不是由我来做的话，你会很危险，最起码我做你不会受到真正的伤害。把我的指纹卖给他们，让他们来威胁我，这就是你独特的保护方式。当时林渊他想让你死，我是不得已才提出这个方案，你只有离开记忆才是最安全的。但是你为什么不告诉我真相？或者你用于哲的身份告诉我呀。所以这又是你所谓的保护是吧？明明我们可以在一起，明明我们可以是战友的，没有你我什么都做不到。你现在意识到太晚了，你可以不用再按照你的方式保护我，因为我们的关系结束。
对不起。收拾烂摊子，啊！把徐哲清家的地址给我。